分享奇趣创意，畅游科技海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黑金科技秀，我是小林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国一直被称之为基建狂魔，我国对于高铁的建设有着丰富的经验，很多国家也希望我国能够帮助他们建设高铁，这其中就有沙特。沙特王国曾经以600亿美元的高价向全世界招标，但由于这条铁路要横跨沙漠，难度非常大，却无人敢接，最后还是我国拿下了这一高难度的工程，并且沙特还要求这条高铁的速度不得低于300公里，这又增加了难度。要知道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建高铁已经是非常困难了，不过我国并没有退缩，最终我国耗时10年才将这条穿越沙漠的铁路给修通，也因此这条铁路成为了世界首条穿越沙漠的铁路，也是中国创造的奇迹之一。这条铁路名叫麦麦高速铁路，全长约480公里，中途经4座城市。在2018年9月14日，这条高铁成功建成，并且设计时速达到了每小时360公里。这一铁路的通车将两地4个小时的行程缩短至2个小时，大大增加了当地的交通便利。这一高铁的建成也再一次展现了我国基建的实力，老外都对此折服。并且由于这条铁路在沙漠里，为了防止沙丘把铁路给掩埋，我国还教他们如何治理沙漠，在铁路两旁植草固沙，建立风墙以及防护栏。总的来说，在沙漠建造铁路，这也是一举多得，既帮他们建造了铁路，又赚到了钱，同时还琢磨出了沙漠铁路技术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。大家怎么觉得呢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视频素材来自网络，由黑金科技秀剪辑制作，喜欢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吧。